佢哋做嘅嗰啲嘢咧，全部都好有新意嘅，同埋新意到同埋難達到咧，我自己都唔識嘅。但係我非常之欣賞，我發覺係有搞笑嘅 artist 就會有搞笑嘅粉絲，所以好 proud of 佢哋。我係冇答嘅，我係零分嘅應該。但係希望啲人可以，其實係好好嘅，因為佢哋成日都搞好多有心思嘅嘢咧，咁可以等大家即係瞭解啲我嘅歌曲啊，我嘅嘢啊，我覺得係好 sweet 嘅，多謝佢哋嘅。係啊，好開心啊！但其實我自己今年都準備了很多歌曲嘅，所以兩首過去啦，間歇性休眠傷感的過去啦，好快又會推出自己的歌曲，係帶翻啲開心啲嘅感覺俾大家咯。係啦係啊，可以輕快啲咯，大家識得錫自己多啲咯。新歌應該九月尾之前就有，真係好快啦，所以大家。快啲 get over 嗰個好傷感，即係唔好再講到我好慘啊，好 sad 啦，因為準備迎接一個開心嘅時期啦。我想問下，即係有機會去問鼎呢個嘅青春嘅歌手？好驚啊，好大壓力啊，不嬲都唔知呢啲嘢㗎，同埋不嬲都唔理呢啲嘢，同埋不嬲都唔係好關我事㗎嘛呢啲嘢。係咯，突然之間大家問咧，原來係會驚嘅喎，係會唔識反應咯。但我就真的冇想咁多，因為我自己都有歌曲想推出，我就比較專注做歌嘅嘢先咯。係。咁呢啲有一定開心啦，我諗個開心係嚟自於對團隊好似會有種可以交代，或者對支持我好耐嘅人有種交代。但冇嘅，其實我都係會繼續咁樣做音樂，所以都 OK 嘅。同埋舞台劇嗰度咧，同埋 Dina 個 show 就係啦。係。係啊，其實因為舞台劇同風車組之前幾年前啊，兩三年前合作過一次，咁之後咧都一路好想再玩嘅，但係啲時間好難安排。咁佢哋有一次就揾我話有個客串嘅角色，就可以好快，但係又好搞笑嘅演出。咁其實我都冇睇劇本，冇睇成，我就話好我去啊咁樣，就玩咗一個少少嘅參與咁樣咯。係啊，主要係對夏威夷，哇！但係好正喎，原來夏威夷咧，佢係超級精神啦。咁我記得我哋拍攝當晚咧係已經夜晚嚟㗎啦，即係八九點。咁我就話啊，係辛苦你啦，要等即係我哋快啲拍完，等你早啲翻去休息。佢話唔係，我之後仲有 party 要去，即係佢仲好精神嘅喎，佢仲去 party 咯，仲搶過我。我諗住休息嘅喎，即係我覺得果然係幾時都要保持精力去玩到。其實他有跟我講的，他話你可以參與我哋呢個 party 係慈善㗎，仲有可以去邊度邊度玩㗎。他好似好想帶埋我去玩，但我想介紹我嫲嫲同夏威夷玩咯，因為我發覺你啲衣著 style 好夾啊。我嫲嫲都華麗㗎，嫲嫲華麗㗎你，我唔知你見唔見到？因為佢又係啲指甲咧，我嫲嫲會同我比拼 BGL 夾嘅。咁我發覺夏威夷係會咁樣嘅，咁所以佢哋應該可以做朋友，多啲埋咗腳。哇！有得 rerun 就好啦，即係其實無論是演唱會定舞台劇，我覺得都是大家很用心思去做的一個成個製作。我自己最想的就是可以帶住一些咁樣嘅作品去不同的地方玩 rerun 又好 ，tour 又好，即係呢個係我覺得都是呢一行的一個目標嚟嘅。其實舞台劇定係電視定電影，所有呢啲劇本我當然都好願意去參與嘅。不過我覺得做演員咧係要花好多嘅時間同專注啊。我自己會擔心，如果專注做演員，會唔會又做唔到歌手嘅工作咧？咁所以暫時就比較 focus 喺做歌手先。